口别着太阳会徽章，他是太阳会苗栗分会前会长谢玉泉，也是连千亿敬重大哥。我是小泉阿泉，我即马伫要结束即摆选举的最后一个活动。妹妹是苗栗前议员谢玉泉，去年也参选过苗栗竹南的政民代表，来头不小。今年端午节带着太阳会南下高雄开疆辟土，强调是我们的寸土必争，不是我们的一分不取。太阳会标章中间有地区字样分别，像是苗或是高，别在领子上作为势力划分。去年高雄港砸车争渔获的背后主使者，警方查出来就是太阳会做的。我给你了，我给你了。烟雾弹堆高机，又是棍棒砸车头，大量白带鱼掉落，就是为了渔获价格翻倍卖到对岸的惊人利润，没抢到而爆发冲突。太阳会副会长一号召就是几十位小弟。太阳会高雄分会据传在高雄开赌场，放高利贷，收保护费，讨债样样来，帮人暴力讨债，获取当中40%高利润。十多年前，太阳会就渗透高雄。警方破获刊登色情广告，在聘请大陆女子色诱被害人的诈骗事件，主嫌供称自己就是太阳会集团分子。今年前太阳会苗栗分会长谢玉泉南下插旗高雄，势力往南延伸，却因为连千亿之乱再度浮上新闻版面。三立新闻邱尚雷香高雄报道。